亲亲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淘气大妈芳芳。现在呢，我们太原市正在下雨，刚刚的那个雨呢下得特别大，所以一下呢就把这个下面的这个桥洞这里附近呢又给淹了。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看啊。前面这个水太深，来，我把这个裤子先拽起来一点。过，哎，能不能过去？你这还你要还要进里面去了？还是人家的越野车厉害啊，这要是普通车又过不去了。去他是哪里摔去的？这是抢险了啊，还是？这是越野车还是啥呀？这不好过呀，中间这一节有点深，看看。就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，去上水你就是过不去。幸亏我们市政抢险到位迅速，正在迅速排除这个险情，相信一会儿就好了。我再去其他地方视察视察啊，哈哈。哎呀，这里不错啊，一扑溜小瀑布，哈哈。大马路上的这个情况呢还是挺好的。嗨，现在大家看到了，只一会儿的功夫，我们这里就已经雨过天晴了哦。那么我刚才呢在附近溜达了一圈，没发现其他地方呢还有这个严重的积水的这个路段，那么这充分说明我们的这个排水系统呢还是非常给力的。那么我们太原天天下雨天天爽，现在身在南方热得受不了的你，有没有羡慕身在北方太原还穿着长袖的我呢？哈哈，欢迎小伙伴们来我们太原感受凉爽宜人的气温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